情当前要减少聚会日，相信无论你是不是 work from home 的一族都好，留在家的时间就一定是最多的。而 UMagazine 在这段时间除了会提供最 update 的抗疫资讯之外，还不忘追踪城中的好人好事，为大家注入正能量的同时提供一个透透气的平台。而足不出户又想打发时间的话，看 UMagazine 的电子版都不失为一个好选择。在平板电脑上都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足本内容，无论是旅游、飲食、本地游、深度专题的故事，样样都有。维芬康每期都只是9.4，比起印刷版的杂志足足便宜了5元。由即日开始，只要你订阅 UMagazine 的电子版，就会送你这一支500毫升由韩国空运到港的 70% 酒精搓手液给你。另外还会再加送有超过10件 UMagazine 别注礼品的限量福袋，真的抵上加抵。而订阅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只需要你去到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度下载 UMagazine 这个 App， 再读埋以下的 QR Code 自选订阅计划，揀翻你心水电子版的订阅计划，咁就可以完成订阅噶啦。咁你就可以安坐家中都睇到 UMagazine 啦。另外咧，再俾多个温馨提示大家啦。依家咧一个账户已经可以同时支援到3部嘅平板电脑啊。咁你同朋友或者屋企人一齐睇咧都冇难度啊。